现在玩的是 POE 流亡暗道，然后我练到75等，然后装备换一换，护盾6000多了。这个衣服是用点的，打不到；盾牌是点的，也打不到。啊，这个是刚好有打到，然后我的力量够，就把这个朔泥者穿起来了。然后我在看我装备的时候，发现其实我盾牌还可以上个能量趴，所以不是244，可以365，蛮高的。然后365个盾牌哦，这样6600护盾，盾牌365，护甲529，这个是用点金点出来的，这应该打到了。护盾169，然后40力量。其他好像没有很好，其他都随便啦、啊、反正这么烂的装备都有6600护盾了 ，OK 的。然后我把那个死亡凋零用法术图腾放，因为我的那个连线数不够啊，没办法5L，都用4L 而已，都是4L。两个4L，然后用法术图腾放死亡凋零，然后这个受伤值释放，我是觉得可能不要放在这个破岩锤上面好比较好。他会把那个巨石魔像招两只啊，然后你的闪电魔像就要重招了，蛮麻烦的。哦 ，OK， 喂，有什么没讲的？让我想一想。哦，然后你如果不是用那个引导石释放来放风化武器的话，地上武器太多的话魔力不够，这个也是蛮麻烦的。不过有一瓶魔力药剂嘛，顶多就招慢一点这样。哦 ，OK， 那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我现在只有把图堆到 T5 啊。这跟也不是堆到 T5 啊，跟杂纳买到 T5 啊。我在智力模式，跟杂纳买到 T5 的图啊。那张我也还没打过，还 OK 啊 ，T5 而已。我这边最多到 T4。那杂纳是今天下午刚抓到的，诶，还是昨天？应该是今天刚抓到啊。好惨！本来昨天有遇到一只，可是那个现实啊，我跑太慢没有完成。啥呢 ？OK 啊，那个觉得应该可以打到 T10没问题吧？应该，没有很确定，因为现在没有图。我在治啊，那个利亚利那个可以打绿门诶、欸，可是他没有去打那个薛婆，不知道哦，他有没有打薛婆啊？薛婆就那个朔戒者，不是很清楚，因为他是专家的，超猛。我之前去看好像97等的专家97啊。我到无情就死掉了。欸是吗？欸不对，残酷打马阿凯就死了。我是觉得我伤害不太够啊，少那一把那个夏乌拉的毒刀真的差那么多啊。不是只有加一点点混沌伤吗？差那么多、哦。欸，等等，我机器人少一只欸。欸，找一下。为什么我的机器人少一只？
欸，我还改版了是不是？删掉。喂，野蛮哦，是哦，可是野蛮不能玩 CI 啊，野蛮 CI 很痛苦欸，超远。野蛮血，我觉得了不起，可能五千血了不起了吧。我这个是，欸，好一点的话，中高档的装都可以1万了。有一万的 ES， 谁还要玩五六千的血量？是不是？野蛮要点 CI 真的很远呢。哦，毒幻化武器，我现在是毒幻化武器啊，我有串毒化啊。我给你看一下哦，毒化啊，火影也有串啊。然后再用这个叫什么？死亡凋零，对不对？超猛的，觉得伤害真的怪怪的，那叠很多层以后伤害突然暴增。那可是我用图腾放，就图腾不能死，这个伤害真的不太对劲啊。哎，你看我这那只机器人就不见了。更高的图啊，不然我觉得我这只应该 T10 OK 啊，然后这个 6S 要小心，可以招掉，我招掉一把了，没有遇到 6L 了啦，不然我觉得 6L 可能也会被招掉。奇怪，我记得好像某个版本说什么不会被招欸，还是我记错了，就有 combo。一个手剑就把武器招掉，好，这次应该会练到80的。然后那个潜能防护，我这次目前没有，不然现在应该我猜可能接近8000 ES 了吧，超扯，8000欸，烂装8000。我的装可能有人是用来送人的吧，500 ES 的衣服有没有？前期可能还有点价，后期就应该几乎都拿来送人的。我可能有个看比较多什么的，还会有点价，那个没看的几乎都反正我那个玩到后期，摆那个4500 ES 的衣服都没人要。可能至少都要700才会有人要。个人认为啊，也是低的也是有可能有人要，但是就很少很少这样。少很少，然后我这只还没打到钥匙，75要打到也怪怪的，觉得差不多可能要练个85等的时候，差不多一把这样，钥匙的几率超低。钥匙不知道那个会不会加入核心机制，不知道，好像都还没有消息啊。加入核心机制，
这没有办法看敌人被叠到几层，这是一个缺点。就只有看那个紫色的圈圈在敌人身上转，转转转转，但是没有办法知道他们被叠了几层。这个流派好忙哦，放图腾，招火灵，然后地上有武器要招一下，这样。先把我的火灵叫满，冲，冲，这是宰纳他爸，这次好烦哦，这次是第二次了。第一次我已经遇掉，哇擦，在这种地形跟我开玩笑。他还满血，他还满血，为什么他会满血？喂，太扯了。为什么他满血？这没办法躲啊。为什么他满血？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死翘翘了啊？撞开撞开，刚才满血哦，我要死了太宅了吧这个，我要死了，然后一直在跳舞，好贱哦。唉，太卑鄙了。没有地方可以躲。这是一个卑鄙的网。才打了一张图就死掉，这样太衰了吧！然后我的点金石也被我玩光光了，仓库留了一堆白色还没点的。再来，你这只应该很弱啊？为什么？我那有复仇。为什么？哇，巨石我不能招。哦，没有引爆。啊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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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跑一下，跑一下。不可以贪刀。我还一直追着我啊，追一下别的东西好吗？弹刀，然后离那个图层远一点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炸一下。好混乱的画面哦，给他要死了没啊？他再不死我都快死了。哦，死了。哦，这个最好早点预掉，好烦哦。两次而已。
76。哦，OK。这个应该不会有人衰到在 T15、16、17遇到啊，应该不太可能，那早早就打掉了。哦，T6，打，洗一下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应该 OK。丢丢丢丢丢，喂？有点卡哎、欸。What？又开到一张卡的图了，好卡哦，好烦哦，最近伺服器都这样，好吧，超卡的，可以打、啊、就，有时候冲到怪堆里面死掉这样，不要太冲应该都不会死，慢慢打。卡、啊，那么卡到底要怎么玩啊？走走一步，停个，哇，爆拼包200多。假日跟晚上都不会太正常，下午好像还好好的，没有那么卡。我礼拜六、礼拜天也是蛮卡的，所以根本不想开。虽然有在打，可是没有开台这样。啊，好卡哦 ！What？我要弃图了吗？也是真的太卡了。好卡啊！上一张都没有这么卡。我觉得我把王打一打弃图了。刚才我的魔力就不够了，这地上太多武器，魔力不够招。那如果是用那个引导石四方去招的话，魔力比较少。记得是11嘛？哎，18，为什么变18了？问号啊？还是我用那个？祝福等比较多，诶、欸、9而已欸，好像魔力消耗只有9，那我自己招95，差蛮多的。卡的时候一直放回尊图的，真的不会死了吗？这么好，有卡的时候好像只能等死了欸，不然就放火灵看可不可以压过去、欸、又好了又好了又好了，又不卡了又不卡了，哎呀，我的魔像死光光了，我僵尸跟幽魂已经完全放弃使用他们了，我这次的点法太容易死了，
僵尸跟幽魂太容易死了。哇，6800，哇，秒回800，这么高。拼完了，拼完了。我一只一只慢慢来嘛。后面那只毒箭我觉得比较弱，因为这只我这只是 CI， 是我秒不掉他哎、欸，这么不开心。哦哦，哎哎哎，你想干嘛？被那个箭雨定住，雾棍冲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冲人那么少？我冲人，哎、欸，我也是1900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冲人1900哎、欸，护盾比你还要低。冲人要等3秒吧，如果没有点那个天赋的话，然后装备也没有，我那个叫什么去了？冲人回复时间嘛，好像也不是。诶，是护盾冲人回复时间吗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有一个点下去就剩1秒多了，我没点啊。基础时间是3秒，之前是6秒，然后有一次改版改成3秒。然后有一个那个天赋点下去就剩1秒多了。哦，50%回复。干嘛把自己的护盾回复变少啊？咦、欸，我还没死，我站这么远他会打我吗？鬼还不知道打什么，反正没打我。那个好像在这里吧？不是哎、欸。精准哦，什么比平常快几%开始回复能量护盾，能量护盾回复速度，哦，你都要靠秒回就对了，我这个没什么靠，我就护盾高不会死就好，没有什么要求了。那我也可以花5点啊，不然我诶、欸、我有硫磺药剂啊。才343，好吧，没有很多啊，343。所以我去点那个差不多也是343吧。哇，要不要留啊？算了，卖掉了。现在又懒得搬武器了，没有？这个流派不适合懒人玩，要丢武器在地上。唉，可是存火灵好像也没有很够力耶。我这只啊，玩存火灵，我这只好像没有很够力。加5%生命，这有用啊？这只有生命好像没什么用，还要一点别的东西啊。哦，回春图腾。不行啊，我已经有一个占用了图腾的工作了，我要放死亡凋零，没有空再摆一个图腾了。管束加增加伤害这样。然后看可不可以再来一瓶巫火药剂，这样我就有一个脆弱诅咒可以用了。可是在智力模式要看自己打不打得到位。痛，口好卡哦，300。刚才打完的时候好险没有卡，打完才在卡。看看看，
我还没有他联盟死哎、欸，金水出现的几率不知道有没有被改高，好像蛮常遇到的。哇，然后没有掉土，秒回400。这样我这次回到满了也要十几秒哎、欸，八分分。你那只被打到的话还可以回啊，我这只被打到要等三秒这样，等三秒。三秒都没有被打到才会回。哦，14把武器耶，这怎么感觉杀起来是有点慢啊？哦，14把武器，超累格。这个是伺服器那个啊，不是换换武器那个。我下午在玩没有这么卡哎、欸。啊，伺服器不行啦。哇、哦，这个，哎、欸，太卡了啊。走一步不知道顿几次，哇！那我今天可以干嘛？继续刷图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要讲的哎、欸，还能干嘛呢？然后我的图的等级也没有很高啊，现在是在智力联盟，然后扎娜我今天才叫回来。居然都可以练到三等了，不容易啊！卖掉，什么都卖掉。90生命的头，这有用吗？不知道。头盔不知道会不会破百，生命。都留，把仓库都堆一堆垃圾。哦，然后我的戒指还没点啊。那个召唤物移动速度，这颗其实可以拿来点。啊，算了，我只练到80等，没有必要弄那么好啊。对，如果有多了恐惧金水什么的，可以点一下你的戒指啊。召唤物会跑比较快，这个都还没点，项链也可以、啊，戒指跟项链，可是项链好像有传说可以用啊，那个可以什么，有一个什么增加白怪物品掉落几率100%的那个项链，我也没有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超可怜的。我只能打 T4 了、喔，连 T5 都没有了。禁魂炎狱，这我可能会被点狱长80，6000多了还怕被80，是有多怕点狱长？6000多应该不会啊，应该，不要被他连打两次，应该不会死。之前打这只好像都护盾3000-4000的时候再打，那随便扒几下就死掉了，然后我的那个魔像又被盖掉了。我应该把那个受伤时释放换个地方串啊，不然一受伤就招一个巨石魔像出来，算是蛮麻烦的。
然后招两次，我的闪电魔像就被盖掉了。本来想说，这个武器是红色的，刚好洗红洞，不用在那边逆天色。结果还会招巨石魔像，唉。超烦的，可以不要超巨石魔像吗？咦？慢慢跑，慢慢跑。反正护盾站着，等他回满再走啊。像那个玩生命的，药水喝没了就等死。我的伤害怎么这么低啊？不科学啊！我这火灵的伤害有这么低吗？18。然后又变两只巨石魔像，哎，那个魔像的效果只能有一个啊，也不对，重复了它只有一个有效，所以招两只一样的等于它的效果只有一个，其实蛮浪费的。不然如果招拿两把那个这叫什么硕尼者有没有，然后招三只巨石魔像没有重复，这样也很恐怖欸。生命回复应该就每秒就300多了，其他什么都不要算，只要那三只魔像，这样是很扯的欸。喂，差点被刮死。啊，只有一只的话，就顶多加个100多每秒生命回复。20等然后100多嘛，还是我记错了？现在很少在用魔像啊，除了这只召唤真的，反正有就放一下。然后这个闪电魔像可以加伤害，好像也加蛮多的。喂，那个巨石魔像挂吗？没有，在这里。Go！ 冲！Go！ 巨石魔像快死了。我的号召也没有了，因为没有动放，算了。我常常会忘记放，干脆就拿掉了。号召，对啊，那个对召唤好像操控还蛮重要的，因为可以把你的召唤物聚集到你的身边。只有火灵跟骷髅不会被召过来吧？好像，其他召唤物都会被召过来。还是有什么遗漏的，不会被召过来的。我记得只有火灵跟骷髅不会被那个号召叫过来。哇，今天就这样一直刷敌人图吗？不然我不知道干嘛欸。这个联盟真的不知道干嘛，都刷不到钥匙就没事做。我在想我要不要再练一支毒箭，因为我的飞刃那支有打到一把加三弓，
然后我的 PS4 其实认真要找，现在应该有货了，应该啦。从11月说要买到现在还没买，哦，超久了，快半年了。我又变两只巨石魔像了，这真的，唉，巨石魔像，一个不注意他就跑两只出来了。看能不能设计成不要把它覆盖掉，那好像也不太可能。欸，我也可以找两只闪电魔像。突然想到可以找两只闪电魔像啊。招两只闪电魔像好像也没比较好，他的那个，欸，现在没有出现。他有一招加闪电伤，也只有一个有效用。欸，出来，我还不见了，我的时间好短。欸，没有路。他有事没事就会放一个增加闪电伤害的，可那个时间好像有点短。会跑在这边，有，赋予攻击和法术额外闪电伤，然后一下就不见了，欸，这时间也太短了，好吧，可能没什么作用。大概就几秒这样，啊，不无小补啊，有总比没有好。平常的是加额外攻击速度跟施法速度。我冲到怪堆里面，那这只 ES 应该是可以轻松破万。如果你的装备有中等以上的水平的话，我去看看那个点完的天赋，好像加了200多%。200多%的 ES， 260几%好像。欸，我其实再可以再看一下。200多少防御。喂，我没有那么多啊 ,249%。不包含那两颗潜能防护。卖场，我这次没有卖场啊。自立联盟。奇怪。怎么会有人跑来打金探他的卖场？哇，很多武器哦！开始刷图之后，那个掉武器好像变多了。太多的话，我的魔力就招不完。那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越来越多？糟，魔力就不够了，可能400-500%手动了，我的魔力就不够了。我就300多啊，还会回复，招的期间还会回复，所以大概招个400差不多，然后就没有魔了。
boss 哎、欸，我现在武器超多，找 boss 找不到，哇哇哇，开始消失了。这武器也蛮蠢的，那边飘飘飘，都不打。没卖东西，这个联盟没有，那治愈联盟啊，没办法卖啊。你看我那个钱都超少了，因为都没有办法卖东西这样。现在每一块钱都是自己从地上打出来的。我上个联盟我赚了三四十一差，超好卖。最好卖好像是什么纪律吧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有没有记错？哎、欸，外记对啊，纪律21等的，我记得会一颗卖51差，超赚。现在去查好像没有那么高价了，21差吧。偷查一下吧，偷查一下好像剩21差，21等的。有了武器怎么死光啊？莫名其妙，我该不要死在典狱长手上啊？没有 OK 的，伤害还不够高哎、欸，我的，咦，狂领都18等了、欸，还不够、哦。我这是伤害不够啊！你18等的哎、欸，顶多再2等吧。21等，我不觉得我点得出来。哦，所以没有那一把夏乌拉的毒刀的，差蛮多的哦。唉，头痛。还是把那个，把召唤物伤害换成那个增加混沌伤害，那我要试试看。我现在没有啊，没打到。我这治愈联盟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很可怜啊。咦，我女神碎片有开一页新的吗？没有。丢。然后猎手还没开始点，空巷都没点到，好难点哦！现在空巷不知道多贵了，没注意。这个什么钥匙，我已经决定放弃了，练到90等才拿到2把。然后这个联盟应该过一个月吧，我觉得我这个联盟可能顶多打到6把这样，可能没有哦，说不定就2把到结束了，超难打的啊。还是看下个联盟有什么好玩的，诶，还有2个月啊。在这练到80可能啊，确定啊，说不定我玩到 PS4 就先玩 PS4 了。如果还没买到，可能会练一只毒弓看看吧。也可能我开角色出来试试，觉得好难玩就算了。啊，我还要练一只召唤哦，很累。召唤前期其实蛮痛苦的，玩一下你的召唤，练蛮快的。可是我觉得前期召唤练起来好累哦，你还50只哎，怎么还那么多只？到底？哪里还有路？这边吗？
这个地形太复杂了。可恶，可以给我一堆岩滩吗？致命岩滩。这边这边。四个是欸，我这只只要两个欸。哦，你要骷髅僵尸幽魂欸，还有什么？骷髅僵尸幽魂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咦、欸？要我玩毒弓啊，好不容易捡拿到一把加三呢。虽然现在可能没价了，以前加三弓还蛮有价的。攻技能加二，全技能加一的加三攻。喂，十三只哈，不要找了。嗯，也是要留着吗？不要留了，我觉得我留了也没有再找，一个完全懒得搬东西的状态。T 四，哎，我有 T 四哎。尖酸刻薄，我先打个史基尼勾好了。这其实还打到蛮多东西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只有这个可能也没价，应该蛮好打的吧。就这个没看过，其他都是抽玩具。暴击加成欸，会不会挂掉啊？不管，其实 下次开台我可能就八十等，应该哦。那我想想我要干嘛？又一个试炼，奇怪，为什么我没开台的时候试炼怎么那么难遇？现在是每个图都一张试炼就对了。我这次也没有打算过救急，欸，终极迷宫啊，我连无情的都还没有去过欸。要不要八十等来过一下？让我想想，结果练到八十等打迷宫没过。招起来，这招起来好像没什么用欸，等等就被陷阱用死掉了。戳戳戳戳戳，哦，召唤物就死光光了。然后又剩下火灵，哇！被戳到，算了。喂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喂嘿嘿，不闹！哎。陷阱怎么戳这么快？还是我这只跑比较慢吗？记得我鞋子也是加三十，怎么跑这么慢？好，没有按跑水。糟糟糟！全部招起来！喂！我这只跑得比较慢，我被戳了。
然后回去还会被戳好几下，啊，都给你戳啊，欸，没事，奇怪，这样反而没事，可是那个陷阱都算好好的，慢慢走其实都没事。噔噔噔噔，诶，诶，啊，有事，还想说慢慢走应该没事，慢慢走，诶，到了吗？还没。我其实我也忘记这次过哪些试炼了。瓦尔法衣，我衣服应该不点了，500。在网上用点金点出来，好像还需要更高的物品等级。慢慢走了，不行，慢慢走会被戳死。我到，觉得我今天这张图打一打就可以收了啦，都一直看我在那边刷低等图，好像也蛮闷的。唉，起来，抓起来。现在一直招干嘛？都没有怪啊！哦，所以我只有过游移跟真实，其他都还没有。好吧，所以就是一直遇到重复的就对了，就这两个一直重复吗？游移真实，好，决定了，这张刷完就收了，欸，好像蛮快的。最早收台的一次，然后我就没开台的时候偷练到80，欸，然后可以干嘛？看一下那个智力模式回去会怎样吗？我之前只有试一次回去的，欸，整个联盟回去好像也有试过。好，再用这只试试看啊，80等就把整个东西都搬回去。好，下次就决定这么做了，这次还没有要回去。我觉得他搬回去可能跟那个联盟合并一样，只是他是合并到那个不朽联盟，觉得啦，没有合过。然后河碗这边不知道是会全空的，还是应该是会全部都空掉。不知道那个，欸，我觉得大师跟那个地图都不会保留，就又是一个新的联盟的。还要试试看，说不定他有保留，对不对？只是把人物跟仓库搬过去，还要试试看才能确定。
甲是我练得到80吗？应该可以啊，我快76了，这练不到80。也不一定欸，如果都没有玩这只的话，我觉得我差不多一个小时可以升一等，差不多。所以80差不多4-5个小时，有好久哦，我怎么练这么慢？奇怪了。怎么会练这么慢呢？哇，被冰了，还好我解冰水，终于去洗了一瓶出来。唉，这个需要一瓶解冰，然后还要一瓶解流血，不然超容易被冰的。然后流血那个护盾扣超快，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扣那么快。这边在这边我是要往回走啊，这边啊，不管，继续逛。啊，你没在怕流血了这么猛？欸，我这只超怕流血的好不好？因为中流血，那个旁边那个护盾跟扣了跟什么似的，刷，哈哈，很恐怖啊！刚那四眼点下去，就是那样嘶，很恐怖欸。欸，是啥在这边？我早晚再冲啊，冲了冲了。也是燃烧，欸，燃烧也是啊，燃烧也超痛。燃烧跟流血，欸，我还没有解燃烧。遇到那个能量护盾都这样嘶嘶嘶，很恐怖欸。还有50只。哎呀，然后我魔像死了，唉，魔像又这么短命，僵尸跟幽魂就算了，居然连魔像都这么短命，又有图了，再打一张吗？啊，算了，我现在自己打。啊，燃烧你也需要放回村哦。居然，原来燃烧比那个燃烧比流血还要强。说118，应该没救了。喂。玩错了，唉，欸，没有欸，我还有玩到 ESC， 然后又要重卖一次，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习惯按一个 ESC 欸，那有时候点到就东西又要重卖，超烦的。T2， 连这么少的鸽子也在那边 T1、T2、T3。四个女神祭品，只有解掉两个，那重复率也太高了。这边剩一点点，把它走完，没有，没怪。
东西啊。哦，被冰了。哦，原来是 BOSS， 我又被冰了。不要一直冰我好吗？银柜巨剑，这个好像召唤网也不错、哦。可以加召唤物，诶、欸、没有移动速度了、哦。诶、欸、不是这一把吗？还是是那把什么升级过逃跑女王什么的。啊，可能我记错把了。诶、欸、死光了。啊，今天差不多开到这里啦。收台啦。拜拜拜拜。